各位乘客请注意，我们的 Harvest Dream 班机将要起飞，下一站将会抵达梦想之城。为了您的安全，请系上您的安全带。谢谢合作，感谢 ，Thank you， 特马加西，阿里卡多。神会对你说话，神会感动你，神会带领你。有的人身上有疾病了，你发现到哪？你里面刚强的时候，神的灵会滋润你的身体，你的器官开始好了。你发现到你的身体呢，慢慢越来越健康。神叫什么？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我们的灵魂兴盛一样。抓住神的话语，抓住神的话语。我告诉你，有的人心中有亮光，有的人心中有亮光，不再感到害怕。你不再感到害怕，突然间你回去的时候，你不怕那个人，你怕那个不怕那个环境，你不再怕贫穷，你不再怕那些姐妹说，因为呢，神要给你找到真正的自己，你是有用，你是被神所爱的，你是被神所使用，神的灵在你的身上，再次把掌声，为耶稣耶稣基督。板凳长
ya entendí que la flor más bella sea Dios.